关系，来。算发现跟林志玲的声音一样，超好听。过你了啊！你再说一次，哎呦，不要了，不要！你少两个字，你要说，哎呀，不要了。为什么？不为什么，就因为你的声音听起来让人很舒服。到了没？那个前面那个邮局那边停